世新大学首部原创自制影集《耳鸣世界》找来多位大咖校友参与，新生代的王尚飞、涂善淳、钟岳轩、严玉玲也回校参与演出。对于这次可以为母校的第一部剧尽一点力，让大家都感到相当兴奋啊！有一种自己的地毯的感觉。这部戏很多特技动作是我之前从来不敢去尝试的。我这边全部都是伤，我接触到演戏也是因为学校的关系，就刚好看到很多自己熟悉的老师，很温馨，然后回到家的感觉。我出道的时候是2016，参与了演员的工作环境，然后遇到很多剧组，非常容易遇到学长姐，或者是甚至现在是学弟妹，有点像是在外面遇到家人的感觉。因为我也不是电影系，那我只是边拍边学，那再回到学校来拍戏，心理啊和技术层面都已经多成熟一点，自己能出力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每一次回来，我都觉得好怀念的地方。我觉得一切就是缘分，是以母校的名义来拍这部戏，然后为母校贡献。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完成它。在拍这一档戏是越拍越有想冲的那个劲儿。但是你看，我就是一个比较没有攻击力的人，所以我就只有挨打的份。如果你喜欢传播类型的科系，或者是有没有各种不一样的科系，我会很鼓励想要从事演艺行业甚至幕前幕后的人，就是勇敢的来，你可以尽情的尝试不曾踏进的。世新给你带来的是未来的路也更广。世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。我世新，我骄傲。